起，啊，如果要请，咱人对得起。错。
最后吼，咱也较了解吼，讲这样的莲花世界，这莲花世界都要伫迄歌词内底有吼，爱靠咱道理来做吼，咱会当做偌济就偌济吼，咱爱尽咱的本分，尽咱家己所有的吼所长。咱有这种的情景了，才有法度传播给其他的人。所以老师希望咱每一个人吼，都要有这种的情景嘛。啊，所以讲这吼是咱遐对道德经十五章吼，我也讲叫做不应凶，因为后壁来讲爱不应吼。啊，所以讲希望咱各位真诚吼，咱学遐尼啊济，咱真正时时拢爱保持着不应的这种的心态吼，袂使拢。自我看法一堆吼，咱真正保持不应吼，然后爱谦卑，安尼咧，咱才有法度吼，咱有一个空间吼，让我们有更进步的一个空间啊。啊，所以讲这是咱下下也是点啊，心得体会啊，在讲解过程当中吼，测解所在在探讨咱生活会当下做，咱真诶点盘做会当甲咱下下得到心情，啊嘛希望各位真诶会当得到包含。最后，祝祝随着大家身体健康，德无红灯，大家欢喜全满，感恩，谢谢。那众同学，感谢正讲师慈悲，前道鞠躬。坤道鞠躬，让我们再以热烈掌声来感谢我们正讲师慈悲。好，接下来是我们的休息时间，我们休息到。